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《富大碗蹭吃蹭吃够》，我是付思超。终于又到了我们的蹭吃蹭吃够了，今天终于可以去朋友家蹭饭了。那么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位朋友。首先，大家猜一下我今天碗里准备的是什么呢？噔噔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个栗子，七个栗子，七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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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七粒七粒七粒所以说，今天的嘉宾就是，当然不是周老师了。今天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位嘉宾是谁呢？他是一位有才华的浪漫才子，浪漫的音乐人。他也是我的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就是李老师。呜呼，来，进来进来。我在这里给你做饭。你是准备做什么？哎，咖喱。对，我超爱吃咖喱。当然，一定是给你准备，就是上好的咖喱啊，以及上好的食材。是不是要准备魔鬼契约？我能帮你做点什么？你可以帮你帮我扒个蒜吧。好，扒手艺是一小问题。扒两个蒜。我扒过蒜。要不谁家没扒过几根蒜呀？你说你，我还没看过流星雨。其实我也没看过，它长芽了。啊？新鲜。新鲜，刚从地里摘的。哦，新鲜，我们吃的就是一个鲜味儿。好，刚刚剪掉指甲了，说实话有点抠不去了。那我来吧。不是，你这样，你帮我开个头。对，我把这个。哦，要这么粘一点就好。不对，这个确实不能吃。李老师，饿了，好了吗？可以了。来了，可以了是吧？这就是今天给你准备的特级咖喱烹饪，烹饪放了什么？有胡萝卜、胡萝卜、土豆、洋葱、鸡肉、琵琶腿肉，然后那个西兰花，然后拿番茄，还有里面加了椰奶。还有白蘑菇。我已经等不及要尝了，尝一下。应该是我第一次吃你做饭吧？应该是吧，因为上次吃饭还是魔鬼的契约。嗯，真的好吃啊！真的好吃，不吹不黑，疼不起我。我家炒牛啊，这真的真的好吃啊。其实我很少看到它里面有放西红柿的，但好好吃。这西红柿让它更鲜美了，而且它有很大量的水分，而且是什么呢？它很鲜美。南方的人，我录了两天。主要是录的时候一直找不着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是写暗恋吗？嗯，当时一直找不着那种感觉。那暗恋，你这次陪你流星雨什么的？嗯，但不一样。其实正好就是我想跟你聊的一个话题，就是比如说啊，都在写爱情，但其实两首歌表达就感觉不一样。他们不一样的点是在于，比如说《买梦的人》就是那种暗恋，然后我有的时候有些小悲伤，然后买一个梦去见你这种感觉，就是陪你看流星。嗯，我当时是因为看了一个电影叫那个《重庆森林》，然后所以他对你的启发是，就是他里面，嗯，就是他对爱情的感觉，其实他有点神经病，有点病态，有点病态，也不能说病态吧，就是，痴迷，痴迷，然后就是想把这种深陷，呀，迷恋，呀，就想把这种感觉放到歌里。所以你为什么在温暖的地方踹他？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在写冷漠，是在写。对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会感觉到冷漠，所以要在温暖的地方开口，也没有人来拦。嗯，但这个歌名起的就稍微神经质一点。嗯，但我没有觉得很神经质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我说实话，就是我以前听的歌不是很坚持，嗯，那时候就想一天做坚持，嗯，但是现在不管。今天下午，今天下午觉得我可能想多注意内容吧，因为。我以前做歌，我更多就是考虑这个音色好牛啊，嗯、然后这个 drop 好帅啊，好帅哦，这种感觉。对，但说唱没内容。对，但是帅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帅，但内容一定要填充起来。尤其是华语音乐，华语音乐本身就是内容量就是要比别的语种的话，我觉得是要更多的。对 对, 对, 对。因为中文是象形文字，它表达出的内容是对，所以文字的审美太重要了。本身文字就是有很多多意思的字儿，嗯，
就比如说你看到，就比如说你踹狗，对，比如说踹狗，他的踹狗，他其实踹的是，不是真的狗，他踹的是我讨厌的事情，我讨厌的生活和我不喜欢的事情，就我们要踹翻那些阻碍，我们去踹翻那些阻碍，才能获得更好的、更顺畅的感觉，所以要把它踹掉。嗯，我当时你这首歌刚发的时候，我看了后面，嗯，我第一反应是理解这个问题吧，后面我就看了你那个解释了，释义嘛，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嗯，是温暖的地方踹掉生活中讨厌的。是的，哇，需要，而且就是幸运和努力没有关系，但是两个都需要，就像一直在尝试去摸牌，对，我们才能凑到三个七。但是你怎么保证幸运一直在呢？所以就是我们也要努力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来就摸上三张七，所以我们就要努力不断的去摸，总会有三张七的。那么为了感谢今天李老师的盛情款待，这顿饭超级好吃的饭，就是说环境挺好，好好吃，吃的开心啊，非常开心。那么那我就唱一下一首你的歌吧。太好了，我就等着一句话了。那就第一人称了。好好，来。靠在桌上是用你一人称的事情，把今天的故事全部都留在今天，没注意的事藏入我的床边，等那天有空我再去接近一些，可在我身上也许会更温暖一点，想不出原因的事就让自生自灭，我很抱歉我还是没发觉，是我爱的世界的世界。吃了李老师做的饭，我第一次吃了，嗯，然后我其实也第一次做，开玩笑开玩笑。谢谢李老师的盛情款待，我们还一起唱了。陪你看流星，靠在桌上的夜能留着你流世界。OK， 那么就今天我们的赴大阪蹭吃蹭吃够到此结束了，赞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拜拜。耶，拜拜。哎，我是经典，我是个经典，到现在。漫水千山汇总在此的那种感觉，一方天地呀、啊！这不是山，这不是一碗饭，这是艺术品，非常艺术。艺术品，我这就给它摆到大都会博物馆。